香酥味美，香辣可口。嗯。来，今天三月三要吃鸡蛋。吃了鸡蛋，说明蚊子不咬。反正也好算。这是用那个芥菜煮的鸡蛋，不是芥菜，是那个什么菜？地芹菜啊。对。对，地芹菜啊。我们这里家家户户都会用那个地芹菜煮鸡蛋。今天三月三，地芹菜是一种野菜啊。到山上去采就可以了。嗯。好酥脆啊，那个。太美味了。这个香辣脆是当零食吃的辣椒，对吧？对，下酒小菜。嗯、那个地芹菜，那个花也在这土上，不会被蚊子咬。吃饱了吗？啊。刚好，啊，相当美味，嗯，这个吐司味道很好，嗯，这个吐司是给你们卤好的，你们拿回家啊，用辣椒一爆炒就可以，对吧？嗯，超级好吃。嗯，这味道杠杠的。好吃还划算呢、啊。它配料表也很干净的哦。嗯。放进去。炒好之后，配点面条吃啊，配点粉呐、啊，对吧？嗯。盖一层这个面条，特别好吃，搭配白米饭吃，超级好吃。连这里面的辣椒都好吃了。相当美味。嗯。好吃。我们这个豆豉的话一瓶是一斤。一斤的话能炒好多餐，对吧？每次放个两勺就可以。这种豆豉是可以直接吃的啊，它本身就是熟的，你们可以直接拌饭吃，炒菜吃都可以。哎，呵呵，
豆豉炒回锅肉，豆豉炒辣子，豆豉炒苦瓜，炒笋子，蒸排骨，蒸腊肉都好吃啊！看，又下饭又好吃。鸡翅扣肉，然后这个是牛肉炒的豆芽，不是酱。Thank you.